国立台湾大学六十九年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今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在台大及关西举行。校长严振兴首先在典礼上勉励毕业同学继续在学术上求进步，并且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基础将肩负的担负起富国建国的任务。接着严校长颁发毕业证书给各学院的毕业生。今年台大一共毕业2722名国立师范大学六十学年度毕业结业典礼，今天上午十点钟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校长张新元首先在典礼中致辞，他以人生的境界是在生命中注入知识，再在知识中滋养德性，来勉励毕业结业的同学。张校长接着颁发毕业结业证书，给各学院毕业结业的同学。今年师大的毕业结业同学有1741人，他们将是充实教育师资的生机。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今天上午十点钟在中国大学大礼堂由校长张木海主持，董事长孙科以及学生家长跟毕业生1000多人参加。今年的毕业生有50000多人。张木海勉励全体同学要发挥中国大学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所学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最后，张木海并且颁发了证书跟成绩优良的奖品。